小 baby 的时候，为什么变成一张纸呢？因为很可惜，我以前的公司把我这些很珍贵的 baby 照片全掉了。这样应该大概是七岁呢？我为什么要特别找这张？因为我觉得哦，下巴真的是非常的尖。几岁啊？这个应该就16岁的时候，在91年呢，我呢就参加这个妙龄小姐选美。那一次我觉得非常的荣幸，因为呢就得到这个后冠呢。毕业的时候我们有拍这个 graduation picture， 所以呢这是我18岁的时候，因为我觉得这脸都是好圆的，年纪小的时候看起来都我觉得好像一个面包。